风车上老命，这是有命，天注定。拢已经过这么久啊，心难啊，袂转来。关老板，你烦恼新兰姑娘是不是？是啊，啊身体才拄有较好，就出去遐尼久，我真正就烦恼的。唉，可能吼你痛着人气啊！这少年家甲一个破病姑娘，安尼带出去踅街散步，啊到今嘛佫唔知通回来。莫看安尼，我出去甲找看卖啊咧，啊先作甲伊念两句啊。安尼就麻烦你啊！回来啊！你，陶经理，心兰，你两个是走去倒？这么久才回来？我陪天亮倒去大个所在提物件，所以到今麦才回来。心兰小姐，你安尼查囡仔人出门去了，拢唔知通回来，你敢知陶经理有偌烦恼，叫我出去找恁呢？是嘞。拢是我回去提物件，耽误时间，让头家娘担心嘛。哦，你就是迄个害新兰嫌啊无命的臭小子。是我唔好，知影家己唔好哦，还佫有救啦。叫啥名？徐总管，伊叫陈天良，以前是中医堂的地主。中医堂，之前我甲关老板。拢怀疑过中医堂甲公明会有关系。哈哈哈！久仰久仰，想袂到你是为大稻埕第一武馆中医堂来的啊！我已经不是中医堂的地主啊。安怎讲？这拢是因为我，甲新兰无关系，是我家己触犯当规的。触犯当规？啊，敢有这严重啊？我。头家娘，你看齐总管，天亮才拄来尔，伊就参像在问华人同款。安尼天亮，哪会敢安心住了？天亮，今年班是伫天水楼替我顺头看尾的，自然对人较注意啊。你放心，安心伫天水楼住落来。严哥所有代志，拢会听今年班吩咐，知影无？多谢头家娘，假使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。恰真灵吩咐，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啊，跟我行。是。天亮。新兰姑娘，请你放心啦，伊叫做天亮，不是飞龙，伊袂飞上天，袂飞出咱号天水楼。安尼啊，小可要甲伊分开一下，你安尼唔甘丢丢吼？你茫袂记，你是一个大姑娘，大姑娘就是爱吼，知影行个避暑，避暑安尼你知影吼？啊那无你安尼黏贴贴吼，我安尼看你到你规身躯，鸡毛皮拢黏起来，那甲规头卡呢？徐总管，哪有啊？佮讲无？我即马甲你讲，头几年吼已经交代我吼，爱甲你两个好好啊顾好掉啊！你唔知影吼？那讲吼，我钱无人吼，啊无啥物款的优点，啊来要顾人，我是一粒一粒高手。较早阮戏班内底吼，遐小段吼，我大家大家顾家安尼安安安，绝对无稳准因哦，甲其他的查甫人安尼乌白来。徐总管，新兰姑娘，请问我是不是会当甲人带走啊？啊来哈，啊来哈。我阿娘，多谢你先做我个天娘。你先别欢喜了，遐尼早啊！我会和天娘带你白天水楼，并无表示讲我着赞成恁两个做伙哦。我对天娘这个囡仔也毋是真了解，我着等你好好观察伊。
看伊是毋是真正亲像你讲的遐尼好。我对天良有信心，你绝对会接受伊的。哼，女大不中留，真正是无唔对。阿娘，来来来来，天良，这间就是你的房间。啊，若是有啥物需要哦，做你开嘴不要紧。金素汐，多谢总管。哦，啊对了，也有哈。既然以后遮大拢伫咧遮，啊，若是有啥物工课咯，啊，你跳落来斗三工一个，这个要求应该是不过分啦。车总管发的。哦，啊来来来来，坐啦坐啦坐坐。嗯嗯。呀，你伫中医堂啊是拢做啥物工课啊？较早伫咧中医堂，除了练武、摒扫、煮食，拢是阮家己来的，所以这落代志我拢会用做。哦，哈哈哈！我咧我知影啦吼，也是讲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甲你请教一下咧吼。嘿，我是感觉足好闲的，平常时啊，恁伫咧中医堂除了练功、摒扫、煮食以外，我的生活开销是要对对来哈，是不是有人在甲恁赞助咧？这落代志拢是师傅咧发的，我无啥清楚。啊，敢拢无听恁师傅讲过？无，师傅爱阮专心练功，卖过门遮个代志。看起来江水洗尽人心，这徒弟啊，凡事唔知影实情。我只是安尼吼，凊彩问问的尔啦。听讲伊的手受伤扣夹啊，唔知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总管，啊，讲有啥物代志需要我斗相共？哦，啊对啦，这两卡箱也是我的啦，你怎奈无搬走，定伫咧遮呢？啊，不过吼，这箱吼，这大卡吼呢，重酷酷，我实在搬无法。啊，是不是咱吼，请你跟我斗相共，咱两个做伙甲搬出来外口，好无？好，来来来来，来搬吼，啊，卡细只的，来，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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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总管，失礼了，我手卡笨。不要紧。哎呀，这是我卡歹势呢，明仔你手受伤，还佫叫你换一只重的物件，歹势。来来，遐坐遐坐遐坐。哦，休困一下，休困一下。啊，看起来伊的手是真正扣夹去啊。那安尼，伊伫中医堂练的功夫，就等于是无啊。嘿嘿嘿，哎，阿兄，你的手当当时是安怎受伤的？我的手是我自己创着伤。你自己无细心去创着伤的哦！我你练武的人，要来当让自己的手受伤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呢？哦，啊，既然讲手都无方便，啊，无就啊来去灶卡啊做一寡杂些工课啊。天亮，醒来醒来，哎，你忙起来，你忙起来，你忙起来。为什么啊？哎呀，心难小姐，因为你是大姑娘嘛，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。你安尼凊彩打这个查甫人的房间，安尼是吼无体统，你知无？那呢，阮去外口讲会用无？天亮。你跟大爷关系？没关系。嘿嘿嘿，新人姑娘，啊，我已经搬到恁住几落间啊，你也无问讲我安尼住着会惯习无？啊，伊都即马才刚开始要住落去，都还袂住，啊，你来问讲安尼，啊，伊住着会惯习无？啊，伊家己都嘛唔知讲伊住着会惯习无？啊，是要哪回答？啊？你干咩定爱徛伫阮中央讲话？当然啦。哈，这是头家娘哦，特别甲我交代吼，讲我都爱徛恁两人个中吼，袂当互恁咧讲话时乱愈行愈歪，爱徛较开咧，阿知无？好啦好啦，我阁有代志要来无用哈，会记吼。
等外口讲就好，就是唔通入你房间内底讲，知无？你还记得吗？唔夹着我，唔夹着我哦！哎呀，小花，安尼这距离安尼就会用的啊！还记得吗？新娘，天亮，把你房间搞舒适，搞欠啥？好，安尼就好啊。新郎，我等一下想要来去找朋友，甲伊讲我要暂时住伫咧天水楼，卡免伊要找我时阵找无人。我都知影是朋友甲你插起，是伊甲我斗三工。好，来你紧去，我等你回来，好。阿娘总算是答应给天亮带你来天水楼啊。就头前门口吼人伤济啊，我惊无啥好看，啊，唔即个车吼停伫后面车。然后我入去厝诶，本来就毋是啥物公差诶代志。阿辉，我毋但袂当真车呀，甲你为大门带走，我互你安尼硬硬要要为遮离开，你有办法无？后面那可能我问你。踏出这个门，我就已经不是单家的大小姐，我是你好进化的家。只要你能在就这么这样爱我、疼我，那你就够了。回厝的，唔知咱还阁有机会当见面无？我已经无法度我陪伴恁，也无法度阁照顾恁啊。还阁请恁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，请恁一定爱保重。一定好好保重。你放心，阮阿爹、阮阿娘，你甲头家、头家娘照顾好。那呢，我嘛更加拍拼。总有一天，我光宗耀祖，互你真车呀，当个当家。互因知影，咱日子过了真好，无通过好日子啊。建宽。阿娘唔免以后我过什么好生活，出门在外，你一定都要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，也阁有，你都要好好照顾家惠小姐。阿娘会逐天为恁祈求，我会求天公伯，予恁一切平安顺遂，未来都要靠你家己了。
定是人欠你的感情债，一世人要用青春体来陪你的心遐尼冷，你的爱遐尼冰，这世间有情怀，亲像我这痴情，一暝一暝的相思。希望恁以后的日子会当过得真好。路仔啊，吼，不要紧哈。嗯。好，底下不要去啊。嗯。进去。佳慧，细汉的时阵，我送你出门去读书的时阵，你总是安尼欢欢喜喜，一手甲我讲再见。我卡哪想都想袂到。今仔日我送你离开，留在你面的不是笑容，煞是目屎。佳慧，阿爹知影你的个性倔强，是绝对不甘愿接受传统的安排，所以，就算讲我更加不甘。我嘛，敢那会当帮你离开？小兰姐，我刚刚听到阿爹在跟我讲话呢。我每天拢已经跟我断绝关系啊，你哪可能搁出来找我？来走啊！请你甲阿娘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。佳慧，一切要顺心顺风，阿爹永远拢祝福你。
会。啊！哎呀，加油啊！那不是教会放来我的吗？我见我不要紧，不过这款你想听你的话，你去跟伊讲啦。我毋是真正要赶伊走的，讲遐话只是你家己惊的。你替我去跟伊讲啦。我毋是真正要甲伊断绝我囝的关系，我听伊，我伤伊都袂赴啊！我真正是爱嫁予一个好人家啊！志宽，我拜托你啦，你去甲伊讲，伊永远拢是我伤心花宝贝查某囝，我不爱伊离开我。你去甲伊讲啦，你去甲伊讲，我袂甲伊断绝我囝关系，你去甲伊讲，我拜托你，你去甲伊讲，我袂甲伊断绝我囝关系。好啦，丽君，丽君，丽君，较冷静的，你较冷静的吼，较冷静的，你莫去甲伊讲，不要紧，我家己来去，我家己来甲伊讲。哎，你听我讲，别胡话啦，伊个情况离开啊。离开啊！你真正，你真正袂伫阿爹阿娘，你真正袂伫这个家，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伊的心肝这么弱，伊这么不好，伊还为了这个大波浪。搞回自头到尾，伊拢无讲歹伫这个家，是你呢？你就明知伊的个性遐尼倔强，你就要用遐话来刺激伊、威胁伊。一家伙啊，敢明遐好话讲话？是明遐好话讲，好话讲，敢要听话的？你态度打这么硬，代志一定无到这个地步，无法度收煞。你今嘛是咧怪我？我你甲我讲，这件代志我是爱安怎解决？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怪你，是你让丈夫搞坚定。我，才好甲伊明讲，这件代志还过回转的地步，拢是你，无提出你做阿爹的遗言，害我家己一人做歹人，你唔才离开这个家。我。好了好了，家伟今仔已经离开啊，脚若弯，脚若叉，拢无路用了。今仔，我敢若希望讲啊，静环伫外面会当好好来照顾伊，因两个一切平安无代志，安尼就好。你今仔意思是？你要先转因哦，阿婆，无变咯，无变怎？天堂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啥，是因为较早你甲王有关无哈多做伙遗憾，还佫离离心肝底，所以你今仔看到因两个人，你就想起你甲王有关的代志，对无？你是讲要倒位去啊？我是唔甘心啊！家慧离开，咱两个心肝头拢艰苦。你妈咧无代志就找代志来甲我冤家无？唔甘心啊！还是你唔甘你家己啊？唔甘你无法度甲王冠做伙。你是安怎？你就一定要讲出这个伤人的话，你才会欢喜是？任何代志一定要牵到玉冠才会用了。
心肝要牵拖王有关，迄就是王有关一直拢在你心肝内，你凭什么人我搁较了解？你出去啊！我无爱看到你，我无爱看到你，我来你出去，出去！你人无爽快，药啊吃吃，进去休困。我较正烦的代志啊，也毋过阿爹甲阿娘坚持爱门当户对，所以我已经甲因断绝关系啊。断绝关系，代志哪会闹到安尼？阿爷，我希望你给我一寡时间，去证明我选择正烦是无唔对的。今嘛厝诶，敢那厝阿爹甲阿娘，虽然讲也搁有阿妈伊存来少啊，也毋过我希望你会当代替我，去照顾阿爹甲阿娘。今日袂放心，下早搁要离开。阿爷，我知影是我不好。也不过我甲静怀一定要坚持安尼做。阿爷，假使讲的是会用的，你敢会当回去看阿爹甲阿娘，让阿娘欢喜一下？我不想要回去。哎呀，我已经走出单家的道门啊，我都无可能再走回去。阿娘身体一直都不是讲真好，假使讲今物若是为着我，伊变阁较严重，安尼我真正就袂得过。哎呀，我拜托你，替我照顾阿爹甲阿娘好无？高飞，这代志，来刚才讲，时间不早，既然你要离开，就要趁早起的。那呢，出的代志就拜托你啊，多谢你，无闲上来啊。不知道是该怨妒，还是欣喜。静环，哎呀，你不要怪静环，还是静环，
咱两个人是做伙大汉的，我叫你做人正直，搁肯打拼。既然高飞已经决定要跟你做伙，我爱你答应我，会好好疼惜我这个唯一的小妹。你放心，高飞如果牺牲遐尼济，我一定好好对待伊的。哎呀，虽然你对我拢表现感情冷淡，但不过我知影，你是关心我的。外面的世界无参照恁想的，出门在外要注意，有听到无？嗯，阮知影，你家己卖保重哦。一切追求爱情，我跟你无得比，阿爷祝福你。秀慧，超过了我要追求你的勇气，敢若敢偷偷啊喜欢你，思念你，希望你一切平安顺遂。这样我就真满足了。在家等这么久啊，拢无看到公主的踪影，唔知啊，伊到底是伫倒位？我身躯敢若剩两仙钱尔，卡苏摕去食饭，那安尼今暗就无钱通住客栈啊。规工无食物件，袂用的，一定要赶紧找一个工课。若无，工作还袂出现，我就枵死啊！哎，老板，你是安怎啦？算命小生个得西面，你就笑破甲掉啦！干来要食，要赚点点啦。好啊，那是你讲的，我来顾我巴肚就好。哎呦，干来要食啦！你看，咱昨下子都被互你食了啊啦！我即要开始互你，你物件食一半就好啊啦！你在讲？哎，等下这营养要食啦！袂使，我要食饱啦！我咧放乱，哎，慢一点，我慢点。叉叉坏啦！小你看啦，我要食饱就要甲收起来啦！你甲创治要创啥？小杨，我毋是甲创治啦！你看，小波，你意思是讲我开真侪钱就对啦？小爷，你嘛知影，啊，自咱来到大稻埕吼，啊，夜钱咱夜刷咧，啊，你若无准则吼，啊，到尾啊，咱就要去共分啊。你唔免想伤多啦，本省阿名底是真好诶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拢免烦恼钱诶代志。巴肚枵咧，嗯，啊，菜拢冷冷安尼啦，卖食啦。白坤，你昨毋是甲我讲？隔壁街内面开一间新的酒楼，菜是敢若袂歹，带下去。哎呀，这阵唔知搁要开偌济啊！好啊，谢啊！迄间我行过迄间酒楼，实在是有够香的啦，一定超好食的。行啦，做下去啦，莫继续靠街边啦。行啦，行啦。哎，
你咧？阿兄，阿你哪会来？是不是啥物需要？阿老大要开嘴，你去送上门。你是捌啥啦？等伊开嘴哪会好？我做细汉的呢，兄弟敢要你做哟？你有啥物需要，做你讲。无啦，弟弟，我来找你，只是来甲你讲，我甲新人见面啦。安尼真好啊，阿兄，是讲安尼哦，你真真无够意思呢。你甲伊见过面啊？啊，啥物啊？佫叫阮替伊温暖呢？迄天看到伊踮遐压雨，实在足唔甘的啦。是的啦，弟弟，互你为难啦。阿兄，所以你甲新人姑娘好好啊、哦。嗯，而且天水楼的头家娘，我爱我暂时住伫天水楼。住伫天水楼？啊，到即马是安怎？我欠着还是欠着药啊？是真的，所以我即马有一个会当住的所在，无需要麻烦你。李弟，即阵啊，多谢你甲我斗相共，还佫有乐卡、白骨，多谢你。这无啥啦。阿兄，老实讲。你是用什么招数，会当让迄个天水楼头家娘答应和你甲西南姑娘好好？其实头家娘无遮尔无讲认真，伊只是伫咧保护新人。照你讲起来，嘛算讲是件好事啦。安尼好，阿兄，我即摆出去食饭，咱做来庆祝起来，行。哎，同兄，你嘛伫哦？咋地？哎，即摆。啊，你来甲家辉提一个包裹出来。哦，啊，阮两个有特别做伙，甲厝里冤家啊，所以阮就离家出走。而且，阮嘛甲阮爸母断绝关系啊。想袂到，你会带伊离家出走。正焕，你甲家辉会做出这款的决定，一定有恁家己的理由。无论安怎，离家出走是一件真需要勇气的代志。大兄足敬佩，也祝福你。对啊，那你即马就要称呼家辉弟夫啊。我跟恁讲啦，离家出走哦，无什么了不起的。我们是同款离家出走啊，才当认识恁这兄弟姊妹啊。正元，弟兄听你到底啦。你甲家辉哦，安心住遮，好好倒来就好啊。少爷，我知影你真重义气啊，不过嘛是爱较欠的啊。你即摆是我老表啦，少爷，干你啊！二兄，阮这是吼，咱来讲一件代志，我唔使麻烦你的。钱唔是问题啦，你若有啥物需要吼，你尽量开嘴，你会当吃苦，啊，唔多你千万唔通我地我吃苦呢。二兄，你真正免烦恼啦，我手头吼搁一挂赛车，而且嘛找着大个所在啊，搁再讲。我当拖车赚钱呢，我绝对袂有家会吃苦的。好，你唔免烦恼，二兄都伫遮，有啥物需要一定爱甲我讲，那无兄弟别做啊、哦。嗯，正焕，你二兄讲啊无唔对，是兄弟就要相听，有任何需要要让我甲你二兄知影。啊，大兄，二兄，多谢恁啊，拢是家己的兄弟，正焕、家辉，今仔日会当看到你牵手做伙。我真正做替恁欢喜，今仔日咱算讲是双喜临门啊！咱大家做伙食一个饭，庆祝一下。好，行。欢喜事，食这饭会使吼？等什么鬼？正焕，嘉威，我嘛祝恁白头偕老。白条囡仔固然重要，啊，不过上重要的是爱早生贵子。哈哈哈！对。嘉威啊，啊，当时要生一个肥肥白白可爱囡仔，叫我李白。哈哈哈！你啊，你唔免歹势啦，这嘛是早晚的代志啊。阿兄，对不？是啊，我嘛等人叫我一声大伯。好啊，您放心，我连骨也拼好。我也无讲唔对啊，无唔对，来，干杯！来！正焕少爷，我祝您啊，啊，百笑竿头，啊，过。
更加进一步啦。少爷，我来。我讲讲唔对啦，你当然嘛讲唔对。哎，人是新婚的，你安尼讲是要叫新婚少爷娶细姨，还是嘉惠姑娘讨嫁呀？你两要听我白讲啦。安尼，我来祝贺啦吼，我祝贺你花开富贵，过来好，啊，圆圆满满，过来赞，哎，一个一个，啊，我祝贺两位哦，进贵带贵，进波啊，洗菜贵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你今日讲啥啦？不要讲，莫讲了，恁也是半斤八两呢，愈讲愈离谱。哎呀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遐大家欢喜上重要，对吧？哈，哈哈哈哈。啊，好厉害。我甲志远哦有旧抓过，阮一世人哦拢袂分开的。我想因两个哦是想讲哦，阮以后会过得最幸福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对啦，对对对，落去拜过，多谢你，好。哎，志远，你别烦啦哦，我娶一个遐尼巧的某，歹势啦，啊两个普通公，我袂讲话哦，你不会当化解呢。来来来，大家大家，坐位坐位坐位。来，加，呵呵，哎，有有有。想袂到，我大姨的日子，竟然无法度得到阿爹甲阿娘因的祝福。高伟啊，阿祥壮哟，咱袂食。哦，无啦，阿就看到恁大家这么祝福我甲志远，感觉感动啊。也毋过我想着，无法着得到两边许多人的祝福。嘉伟，你的心情哦，我真了解。啊，两个人结婚，无许多的祝福，实在真遗憾啦。啊，不过无要紧，李兄有办法。大哥，机场师傅阿弟，要创啥？啊，去都去啦，关门。哦，老卡，把这椅也敲好，啊，其他我弟收过来，酒停满。这四份碗碟，就是代表恁的世代，嘛坐点吃，好好跟恁吃一顿饭，有恁祝福。是你大喜的日子，阿爹实在足欢喜的啦。嘉惠啊，今仔日是你相亲的日子，以后我甲你阿爹都无法度离你的身躯边啊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家己哦。
各位小姐，静环娶到你哦，真正是福气。以后日子你对我更加看家，多谢你。嘉惠小姐，啊，阮明年就当要抱孙啊哦。各位，世界上的父母永远都是疼囡仔的，你莫想过自己。是啊，你。静雯，家辉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绝对袂当辜负家辉。静雯才袂安尼，啊，搁再讲啊。现场这么多你目睭给定掉的，我不相信伊安尼做啦。静雯，对不？这是当然啦。就这么开始，我是有家庭的人安尼。你放心，我定好好打拼，让你永远幸福、够快乐啊！好，武志，我嘛相信你一定做会到。来，咱台顶静雯，甲家辉订壶啊！来来来，干杯！来来。来，丹，来，哎，哎呀，坐啦，进来坐。好好。加。这腿吼上好食，来，好哩。这种所在。唔知倒来关系吧。这以后就是咱的家啊呢，而且这是头一片咱有属于家己的所在。而且，干那你甲我，咱无需要烦恼啥，嘛无需要黄叶对吧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做一个女主人，保护咱这个家。多谢你，无气也无啊，我交社会啊。头家你安尼做选择时阵，一定真为难吼。做这个决定，我当然嘛足为难的。也毋过我知影，这是我唯一的选择。也毋过，因是生你、请你的爸母，因安怎爱你啊，安怎疼惜你，我拢看得干的。想袂到你竟然愿意为着我跟因断绝关系。其实要跟因断绝关系，我嘛是种不甘的。多谢你，愿意为我牺牲遐尼济。我甲你保证，我会打拼赚钱，互你过好日子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出头天，互咱爸母搁接受咱啊。你这戆大呆，起码一直听你讲要赚大钱，让我过什么好日子？咱起码是阿公阿婆啊，只要咱同心，安尼平平安安过生活，迄就是幸福，根本就无需要赚什么大钱，知影无？以
后，你就是我的红尘。哇，就是你的梦。所以咱牵手一世人，永远拢莫后悔。你讲陈家小姐为着要跟你三弟做伙，离开阿爹阿娘？嗯，因即嘛已经算是新亲啦，想要搬去外口去住。真正想袂到，之前我甲家辉小姐见面时阵，伊当我的面讲一寡对我阿娘无礼貌的话，所以我对伊就无啥物好感嘛。啊，不过，即摆听到伊追求爱情的勇气，我真就佩服伊。家辉确实足有勇气的，我真欢喜，我的兄弟会当找到这款的姑娘，甲伊做伙一世人。那呢，我嘞？你？嗯。我的勇气跟家辉小姐比起来，安怎？对我来讲，你当然无输家辉啊。真实嘞？当然嘛，真实嘞。嗯，既然是真实嘞，恁三弟娶到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姑娘。你敢有啥怕啥？我当然嘛就想要娶你做某。虽然我这双手可能有机会复原，也毋过我嘛无确定。你是不是因为家己的手受伤，家婆都好爱幸福，所以才得烦恼对吧？恁两个吵起来创啥？什么亏嘞？什么亏嘞？四界拢找无恁两个，原来是秘伫包厢内底，啊，搁安尼吼，当只安尼手牵手，烂嘞烂嘞。嗯，吉总管，你不爱让我去天亮的房间讲话，嘛不准天亮去我房间，我着约伫咧遮，啊，你嘛袂用的哦。讲话当然是会用的啦，啊，不过就是安尼吼，手牵手安尼吼，安尼就是袂用的。金老板，喂，关老板，啊，因两个人哦，你着知影。别紧啦，我相信因两个人家己知影分寸。现在气血看起来真好，身体感觉安怎？我已经完全恢复啊，等一下得去练琴，因暗得当弹琴给人家听。安尼刚好，你心头免紧呢。管老板啦，你这里放心。啊，心兰小姐前两天啊，搁安尼咧死冻害，啊，即马规个人拢活跳跳起来啊。哎，都因为吼，伊食着调药的款呢吼。安尼就好啦。天条，都还关系无？真关系，多谢头家你。另外，我搬来的时阵有淡薄仔赶。我等一下，想要回去看一寡物件回来。哦，哦，那安尼吼，着紧去紧回来。较暗嘞吼，咱那个灶脚吼有一寡代志爱无闲，无你袂用的，紧去紧回来。我知影。
那呢，我送天亮出去，我就去练琴。管老板，我看吼，你的两扎爱导航啊呢。时到这个讲，对了，金老板，我麻烦你去探听的代志，你问了安怎，我的开是安怎行较好？我已经去探听过啊，杜庆元伊处是断的板桥。也毋过我甲杜大爷也无算讲真熟，搁再讲。以我的身份一走路遐尼远，走去人厝内面，敢那嘛无啥妥当。安尼你会当去伊的茶行啊？伊伫大稻埕有一个茶行叫做泉丰茶庄，啊，迄是生意场。迄支开始你来去遐行伊，安尼应该是较适当才对。代志讲了安怎？庆元遐应该无问题吼。唉，大嫂，你嘛知庆元的个性啊。我之前是答应讲替你问一下，啊，不过心肝内一点仔把握无。果然，我一开嘴就会拒绝啦。我知影伊会拒绝，所以哦，才请你斗三工，甲苦劝啊。啊，你逐工困伫伊身躯边。敢讲，这一点仔才调得无？大嫂，你安尼讲就无意思安尼。为了这件代志，我甲庆元阿母强要毙命啊，敢还阁无够？非得伊着神经大条，你去甲阮阿兄讲。好啊啦，你莫生气，莫误会啦。为了你甲阿兄，我予红色洗面。即马过来，互你向翻班，我当然会生气啊！那不是真正有困难，我甲你阿兄哦，就唔免拜托你啊。这个时阵哦，只有你兄妹啊，会当互相抱三公啊。我阿兄的生意真正出问题哦。是啊，近日刚伫本人做生意，唔那无趁钱，阁母一空乌溜溜，唉。即马哦，若无紧想办法把钱补起来，以后就凄惨啊啦！阿兄做生意，毋是以后拢真趁钱，啊，这回哪会无到这么严重？若无这么严重，是安怎爱甲你开嘴，互你为难呢？搁再讲，这个家若是倒落去，以后你互人欺负的时阵，什么人会替你出气？安尼对你敢有啥物好处？唉，啊，不过庆元就是唔肯听我的话，伊唔肯答应，我想什么办法啦？办法是人想的啊，就敢那之前你甲李邦无下的时阵，你来找我想办法，我嘛是甲你想办法，让迄个李邦日子歹过，敢毋是？大嫂。你即马是伫咧甲我讨人情？哎，讲讨人情就歹听啦。我是要提醒你，假使讲庆元若是徛伫咱家，性命就是咱的啊。对你伫咧道家的地位嘛是有好无歹啊。敢讲你注定要互李邦食死死？哦，别讲。迄、那个王如何？是有甚物资格做你爸？伊只不过是一个查埔囡仔，何地要死去的大母，牵起来做细伊？讲较好听，是替伊照顾后生性格。其实根本就是大母死了也不甘愿，要死嘛爱叫一个查埔囡仔霸占庆元。伊根本就无迄个资格，嘛无迄个命做小奶奶。煞害我一入门来做人的沙帮，看一个查某囡仔面色。哎呀，好啊啦，莫生气啦。你这话哦，
在我面头前，妈妈就准拄煞，千万唔通骂好恁大家听。我搁只想要讲给大家听，做我心内一口气。你一定要吞忍落来，恁大家吼是足疼迄个大新妇的呢。你若是把这歹听话哦讲给伊听，万一老夫人迄性地若惹起来，你日子就歹过。我知啦，就是因为阮阿娘带两旧情，囡仔唔再认得着迄老糟囡仔，伫咧度甲唱笑。那想到因为安尼，我就搁爱叫伊一声李子，我就规巴肚火。讲嘛真奇怪呢，这李芳毋是性格清晰老母，啊，啥个性格对伊遐尔好啊？还是因为王月芳甲性格掠条条，互性格掠准讲，伊是真心哩疼伊。是讲这嘛无怪啦。伊这李芳做了有名无实，当然嘛爱想办法，要求性格的心，对伊家己才有保障啊。伊确实厉害呢，不过你答不赢伊啦。唉，可惜哦，你甲性格袂合，你若无性格，若听你的话，啊李芳哦就无半步啊。我才无亲像迄王月芳哦，遐尼啊敖计啊。对性格婆婆塌塌，这款代志我就做不来。今麦不是倒去的时阵，你哪会用的哦？好好对待性格，好性格哦，我你这边啊，以后代志就好办呐。大嫂，你卖为了要跟庆元合作做生意，就叫我向性格点头，我做袂到啦。哎呦，你误会啊啦，我是替你设想啊。你想看卖，恁庆元哦，单单这个后生啦，以后性格是要换家。你若无趁这个时阵，把伊的心收买过来，安尼后半世人哦，你就和李芳压落底啊。你安尼讲，嘛是有道理啦。啊，不过。我以前敢若想讲，要哪找迄王月芳的麻烦，不过性格嘛对我真不满。啊，即马是要哪甲伊重新拍好关系？对哦，是爱想一个好办法啦。哎，我有一个表姐哦，伊的查某囝甲我做下个啦，我讲的话哦，伊拢有听。卡叔吼，会当互性格带伊做某，关系就较亲。啊，以后哦，就唔惊性格我李芳迄边啊。是讲，代志敢真正有遐尼简单？无钱哪会知？我迄个表姐的查某囝吼，人生了水，家世阁好，我相信哦，性格一定会介意的啦。因两个。那假使会当成亲，安尼哦，就是亲上加亲，以后什么代志拢无问题啦。也毋过，我是惊性格唔肯听我的啊。莫想遐尔济啦，为着大家好，你嘛为家己的将来家己拍算啊。好啦，无我搁想看卖啦。哎呦，搁要想啥啦？你不是讲李芳跟你大家去挂油，这就是上好的时阵呐！你趁这个时阵哦，替性格讲亲情，卖阁丢毒啊啦！这是上好的办法呢。敢讲，你要一世人伫咧度假，互人看无白地心？我啊，好啦，我试看看。对啦。安尼就对。少妞，安怎？好恁呢？哦，恁落去哦，足顺来，伫个嘴个，佫会回甘的。
赞！歹势啦，顶山，都替你介绍迄陪提师傅哦。原本是想讲好伊要替你斗三工，啊，上山伊无适合，煞害我一片的好意变作是歹意。三娘，你袂看到咧心肝顶啦，我知影你是好意啦。你了解就好啦。对啊，性格啦。啊，看起来哦，你嘛误会安尼。虽然恁阿爹嘴无讲，啊，不过其实阮大家拢足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呢。讲我规半无。伊总算讲出伊的目的啊！我就知影无遮尼简单。啊！你是伫笑啥？无啊！哎呦，你慢慢甲咱讲笑。哎，这款代志哦，无甚物好歹势啊！你若钓遐尼无闲，我看我若无斗法咯，伊根本就无时间管遮济。三娘，其实吼，这小可代志啦。无需要你操烦。哎呦，无啦，什么小可代志？婚姻哦是一件大事。哎，你介意什么款的姑娘？你甲三明讲，我替你找。三明，唔免啦。什么唔免？你唔免甲三娘客气啊啦。你讲看麦，只要你讲会出来，我一定会替你找一个好对象。三明嘛，你休用安尼问我，我从来都冇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嘛无任何想法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回答你呢。哎呀，你无想法，安尼代志就好办啊。哎，我真正吼有一个姑娘，生啊水又搁古锥，啊若讲到门当户对，甲三种输掉，更加无话讲。我看安尼啦，归期我甲恁阿爹落经济好日子，替你提亲。免啦免啦，三娘，你讲这款查某囡仔。我无介意啦。嗯，啊，你拄则毋是讲你无甚物想法？虽然讲我无想法，无代表讲我一定爱接受啊。啊，无你到底介意甚物款查某囡仔？快点讲看嘛。上无嘛都爱有智慧啊，爱有才情，而且上重要爱友好啦。哎呦。啊！你娶某无代无志，娶一个有才情的回来，是要跟你硬嘴硬舌哦？啊！我就是介意这款的查某囡仔，啊，有主见，有家己想法，安尼我介意，唔则较有话讲啦。哎，是啦是啦，啊，我嘛知影哦，恁少年人有家己的想法，啊，不过哦，你都爱听我苦劝，咱娶某第一重要是爱门当户对。爱会生囝，爱会传宗接代，这才上重要啊！哎，剩的哦，都无重要啦。三娘啊，我的终身大事吼，我从暂时吼袂去想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你唔免替我操心啦。啊，我个小代志无用啦吼，啊，你也要啉茶，你家己。啊，无啦，性格。哎呦，性格啦，既然你叫我一声三娘哦，我就袂当无操心嘛。你甲我讲啦，你介意什么条件，我一定替你找，好不好？甲三娘讲啊，我甲你讲吼，阮亲戚迄个姑娘真正足水的呢，你无去看会足可惜的哦。要得米啊！来，小姐。借问下，杜品源、杜大爷敢有伫遮？头家囡仔未一摆，敢若写我伫个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我有物件要行李。恁交我。歹势，我想要见一下少年头家，敢袂当麻烦你入去通报一下？我是天水楼头家娘关飞燕。好，稍等，我随你通报。算了，通报一下。是。性格，
你听三娘的话就无唔对啊啦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找一个又够乖哦，又够听话的好牵手。三娘，我知你这是好意啦，也唔讲哦，你爱直讲，唔过保罗做事啦，你先回去啦。啊，有啥物话吼，以后再去讲啦吼。哎呦，我就是知影你做工课遐尼无闲，拢耽误着家己的婚姻大事啊。好啦，啊无我先来转。啊，我拄才讲的话，你着好好想一下呢，哈。好。少爷，我们有一位天水楼的头家娘关飞的，讲要找你。天水楼的头家娘哪来遮？啊，伊找性格是啥物代志？哦，伊是来找头家的啦。我讲头家无伫的，所以才改找少爷。性格，啊，你敢识在迄查某？我无识识呢。哎，伊敢无可能来买茶米啊？你请来礼拜。是。三娘，啊，你不是讲你袂开啊？啊，哪会搁坐落来啊？我就是要留落来看迄个天水楼头家娘，到底是好风信信。你就是大大爷的后生吼，我是天水楼的头家，我叫关飞燕。你找阮建文有啥物代志？恁天水楼这款出身的人，嘛敢亲门大户走来别人的店，真正是唔知分寸。三妹友，有啥物话好好讲啦，无需要安尼。原来是三夫人啊！我想你可能误会啊！我今日来找大大爷，迄是因为伊家己的亏是留伫天水楼啊。哎，这确实是阿弟的亏是无唔对啊。我是专工替大大爷甲亏是送转来，因为我烦恼讲这个物件对大大爷真重要，所以我唔敢凊彩交予下骹手人，才会决定要交予少年头家。既然三夫人嘛伫遮。那你交予三夫人卖用的啊？客官最近常常走天水楼，敢讲就是为了这查某人？关老板，多谢你专程哦，送开信过来，你交予我就好啊，多谢你。说什么多谢啦？这支开信敢有遐尼重要？你这头家娘搁亲身送过来？这款查某先过来想啥，我真清楚啦。你讲你真清楚，我心内咧想啥？那你借问咧，我是咧想啥？刚着爱我讲，你是想要利用这个开线来接近庆元，庆元无伫个，你着想要为伊个后生仔下手。你这查某心机就够大。原来会用安尼做哦，三夫人，你无讲我拢无想到呢。看起来三夫人所想的比阮这款出身的人还佫较复杂哦。你竟然替我甲你比，哼！恁这款闲花查某，拢是安尼诱拐查甫人的啦。我看侪嘛听侪啊啦。三妞，难不过哦是送过信过来啦。啊！你讲安尼，就是你啊！我是倒位讲唔对，这查某一入门啊，我就知影伊是一只狐狸精。唔知偌济大头家拢是安尼回袂去。啊，不过伊免想要伫我面头前变鬼变怪，嘛免想要为庆元兄占什么好处。查某哩，这块是你要收还是唔收？你若是收落来，我就当离开。你嘛唔免心内无爽快，安尼毋是真好。哎呦，这鸡巴烟鸡味的亏心，佮老要创啥啦？等着好啊啦。哎，三流，你嘛有白来呢？
这是阿爹哦上珍惜的物件嘞。我怎会差遐济嘞？白用的啦，这是阿妈当初送予阿爹上重要宝贝呢。你若是等你杀，阿爹若是问起，你是要安怎交代啦？关老板，多谢你呢，多谢你亲手去送开一袋给阿爹，我也亲手交予伊啦，多谢你。哎，你麻烦你啊，我先来走。有影是天水楼头家娘呢，搁知影伊摕违禁哦。是讲哦，你莫抓准所有查甫人，拢会互你骗去啊。若是阮杜家，伫个地方上有头面有地位，绝对无可能用阮你这款不三不四的查甫人。就算你手段搁再安那厉害啊，你莫变笑，想要嫁入阿杜家。沙夫人，我手段无你厉害，我嘛唔敢笑，想要入道界。我只是感觉京东真大大呀，有你这种细姨，嘛无怪伊常常去阮天水楼解忧愁啊。你，你甲我讲清楚，我是倒位唔好哈、啊？你是啥物出身？我是啥物出身？你竟然敢摕我甲你比？你啊！我把你气死啦！我想袂到天水来头家娘，这能够讲话，连三娘嘛互伊修理啊！气死我！哎呀，哎呦，我的胃啊！哎呦，三娘，你先坐，对了。我的胃就疼下啦！总管，去替我买小气扇。是，我先来去。哎呦！我看以后还是跟这些大头家保持距离，卡别无代无志，搁去用糟蹋。这个人看起来有钱，管老板，敢会失意啊？头家，你别动，我三胃炎，胃都疼，你赶快买药啊！好，进去。是。已经喊你来家，爱来家要创啥？三娘，你去阿公家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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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娘，哎呀，你当是安那？那胃骨无拄好啊？啊，不是天水楼迄头家娘害的，你敢知影伊拄只有偌过分？我细目睭哦，唔捌看过这款查某人啦，竟然亲门大户来别人的店的，搁讲话安尼糟蹋啦！真正是关老板。听完呐，我跟你讲话，你是有听的无啦？有啦，这个关老板来这边坐。伊是要来找机会接近你的，甲你诱拐啊！庆元，我甲你讲哦，迄款所在查某人哦，拢是虚情假意啦，你千万袂用个让这只狐狸精买去。哎，是你讲啥啊？你唔免笑啦，这款查某人心肝爱想啥，我上清楚。哼，我问你，伊伫咧你的面头前。是不是乖，跟咱娘同款？其实哦，讲话是有够赖的，根本就是一个双面刀鬼。李金啊，人家你也无冤无仇的，敢有需要讲这款的话？啊？吼、哦，你看啦，我一批评伊，你就替伊讲话，我就知影这查某一定有问题。三娘，人伊专工送物件过来。
那是好意呢。啥物件？啥物件？阿爹，这是你自己亏心啦。嘿，原来是自己心啊。等你热天水了，哎，那那些物件阿公说多少不？啊？我。静哥，那个情形到底是安怎？你老实讲哦。阿弟啊，是安尼啦。三娘伊误会讲，天子老头家娘送这亏事来乎你，是有得这经理，啊，所以两个人才发生错事啊。我才无误会嘞，伊嘴下讲是要行这亏事，其实心内想的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刚刚把亏事淡掉，我不爱让伊有机会接近你。淡掉？你敢知影这个形势？阮阿娘上好我，你敢知影？这对我来讲偌重要呢？啊？我当然嘛知影，这亏事对你足重要的啊！我拄只讲的哦，是讲算笑的啦。人吼，到底是倒位吼，得失着你，你要安尼咁糟蹋啊？啊？无啊，哪有？无。我老实甲你讲，我一个朋友拢互你得失了了啦。只要会当赶紧好起来，这一天就无算啥。安尼是咱阿娘，才放心甲伊交互我。安尼，我才会当甲师父、甲丈平斗相共，也阁共勉会。你看你的腳步要知要翹穩，出拳要有力，不是這樣打，這樣會嗎？對。啊？啊，不是要怎麼來打敵人呢？要怎麼來保護百姓呢？这阵仔无看，师父竟然留这尔济，一直就烦恼大师兄的代志。师父，你那恁姐创啥啦？能开啊？无认真嘛？偷家己的手架，师傅，好啊！恁家吼，大家拢无在认真。阿祥啊，今仔日恁家师弟啊，拢无认真练啦，练了拢无。你甲带咧，后壁山头叫我走你咧。是，行啊。
想要把我终于等下落到这个地步。尊严，阿爹为着你来牺牲天良，结果你是一错再错，糊涂，真正是糊涂。你这么人伫倒咧？你这么过了安怎？尊严。什么人？小弟人，你是什么人？是你，天良，师父。师父，你最近好？听讲大师兄离开中医堂，阁是真实的？你已经离开中医堂啊！中医堂的代志，你无需要过问。啊，你的伤感好啊！多谢师父关心，外伤已经好真多啊！我感谢师父叫水牛，早一寡补品来给我吃，外伤才好个这么紧。你唔通误会，我并无叫水牛为你做任何的代志。师父，无要紧，有你的关心，我就感动了。师父。大师兄，你去倒位啊？你敢知影？我听伊讲，伊即阵去登山了。登山？迄个所在，大师兄并无认识任何人。你若去遐，尊严去倒，无需要你来管。你已经让我看出中医堂啊！除了中医堂，不管发生任何大小代志。无需要你来挂心，甲着操烦。大场地遮有真多工课，你只要凊彩找一份工课，比你伫我中医堂阁较轻松。也毋过你千万爱甲我会记，从此以后，中医堂甲着你所熟悉的人，拢放袂记。师父，师父，别再说了，你家己要好好保重。天良，你是一个无情无义，真正难得好人啊。你安尼心甘情愿替尊严打罪，甚至家己身受重伤，你也伫个选择忍气吞声。这一切一切，你不但无怨恨，你也阁时时刻刻伫个挂念着咱中医堂，我真正是见笑。请你都爱原谅我，今仔日我只会当选择用冷淡无情来阻止你的关心，也只有安尼，才会当让你甲中医堂放好袂记哩，让你无烦无恼，出去外口安尼打拼，天了。师父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心，
嘛知影，你足为难的。你放心，我无怪你多啦。希望师傅你爱保重。还是来惊着？你先笑啥？水宝诶，这边过道呢？嘿，过道，你都无搞叫啦？嗯，我都看你昨暗变来变去，一定困无好呀。怀里今日无啥代志，都去加困一下。什么无啥代志？我带你穿衫裳，还过来去泡茶，还过来烧水，啊，就是出来代志爱做诶。我来去替你穿衫的。静雯，这拢你做？是啊，那么可惜吼，就是无吧，你怎么冷去啊？只要能跟你做伙，吃啥都无是山顶海面。静雯，今嘛咱待在外口，一切简单就好。那若是有闲，来去买鸡仔鸡好不好？买鸡仔鸡要创啥？安尼，到时阵咱就家己饲鸡啊，啊鸡会生卵，咱有鸡卵通吃嘛。而且过年过节，嘛有鸡通吃啊。好，来，先吃饭。嗯。来，谢谢。嘉惠，多谢你，欢迎多食口。一点拢袂辛苦，而且哦，我早就袂记辛苦拼作啥。哦，你若袂晓，我当教你啊。我即摆要写真侪字哦，啊？遐厉害。嗯。好食不？嗯，好食。嗯。我来就好啊。你哦，负责去趁钱。今仔日哦，莫好好拍拼，爱去哦，较早当食饭。我知，哪里啊？辛苦你啊。袂啊。家己较细哩。我想来啊。较早当来哦。好。小车已经两天无吃物件，伊安尼伫咧虐待家己，身体变哪会堪撑？小姐，哎，这饭菜拢冷去啊！啊，我有准备一碗鸡汤，你要加减吃淡薄啊无？哎，小姐，你若拢无吃半项物件，安尼身体变哪会堪撑啊？件代志，你要安怎责备我拢不要紧，请你莫甲家己的身体安尼袂得过。人的身体毋是天怕的，你若无食物件，要哪有气力？你若准做要责备我，甲要处罚我，你嘛无迄个气力呢？你加减食一点嘛，好无？一直都真信任你，你冇答应我。你讲你会甲两个人拆分开，结果呢？
今晚你失去你的后事，我失去我的草根，我真正是足气的，甚至我就想要拍你出气的。啊，不过我做袂到，因为我就想到，自细汉，你都亲像姐姐同款在照顾我。无论是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总是第一个跳出来，你要保护我，替我出气。阿娘姑讲，你这个人就是戆中，就算是爱你替我去死，你嘛绝对袂去死。所以你才放心，把你交付给我，陪我今日来担架，照顾我一世人。我若是受到这个，我敢爬下落，我敢爬下落去。不过小婉啊，一口气我真正是吞袂落去。我嘛就是无要甲你计较的。不过我只要一想到，是你好心拐走我的草根，我都唔知要安怎面对你。嘉明。你早都不爱听这个歌啊！是吗？我连查某囝都无啊！这个歌，我辛辛苦苦维持二十几年，我只嘛剩一个空空尔，我是不是真失败？小曼啊，你教我都体会我的心情，迄个互相间一个人反背的心情，小姐，是的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拢是我唔好，是我含慢嫁囝。你若要怪，你就怪我就好啊。小姐，你唔通安尼，伫咧折磨你家己。你敢知影我看你安尼，我的心过来就艰苦。小姐。我到底都爱安怎做，才当消除你心中的怨恨？只要你若是讲出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做甲到。即摆代志都已经到这款地步啊，我嘛真正是想不破，尤其是。我更不知影，我要安怎跟你继续生活下去？因为我若一看到你，我就想起是你的好习惯，早晚早该死心。你是死人。我上该伤心的代志有两层，第一层就是王耀宽怪赵志宽的心，第二层就是你的好心怪赵我的草根。最近我常常拢在问天公伯啊，我电视人，我电视人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是安怎我这世人，都害乎我两个上该亲的姊妹花，安尼来伤我的心，破坏我的家庭。一个查某人，失去翁婿的关心，失去家里的依偎，我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敢讲真正靠变心，真敢活着？小
姐，小姐，你莫安尼讲，小姐，你若要怪，你都怪我就好啊，是我不应该，是我运气受薄，我不应该安尼做。小姐，无你甲我讲，我到底都要安怎做，才当弥补阮的过错？我到底都要安怎做？你才会用原谅我？前面都已经吃醉饭了，是要安怎弥补？刚刚你会当害我一个前面的查某囝？啊，你走啦，我不会看到你啦。你出去，你害我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，你出去啦。小姐，你不爱跟我讲话啊？你无想要看到我？你敢知影这？这比打我，打我，还搁让我感觉痛苦。小姐，是的，我来走。咱住伫客栈，啥物拢无欠。啊，你到底想要买啥啊？喂！啊，你又毋是毋知影，阮小弟拄入厝尔咧，应该阁欠一寡物件。啥物物件买好了，送去伊厝会知无？来，少爷，啊，正元少爷，阿母就讲毋免你斗三工啦。啊，是你嫌你钱少济，囥落袋安会甲你加是无？钱箱也嗲会啊！你讲我往哪开？拜托的啦！啊！你一个查甫囝，莫甲查某囡仔同款，好无？爱计搞怪，细细念。小爷，我是为了设想呢。我若无遐尼爱计较，没有马久，咱就爱去做去食啦。小爷，你想看卖？啊，逐天目睭一百金，啊，食物件爱钱，啊，住客栈嘛爱钱，啊，买啥物物件拢嘛爱钱。啊，咱即摆来泉州，阁无要紧。大家拢知影你是本家的大少爷，会卖你面子。啊，不过咱即摆来台湾，伫大稻埕呢。啊！就算讲老爷要甲你斗相共，嘛无法度啊。头家，请问你遮有欠人无？无咧。啊，欠人。小爷，嗯，你看遐。头家，请问你遮有欠人无？阿叔，我搁找无工课，我一定会枵死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趁即马搁有体力，一定要赶紧找着工课。小
大亮，向大亮。本宫主，啊，你想怎啦？向大亮，向大亮，来滚，把抱起来，抱起来，站，给。是啊，那个喘一下回去啦。像这款啊，又怪大小姐人，才无资格做咱大个啊。怎样大个，就搁安怎？你拢无听伊讲哦。又怪大小姐，昨两个人包我款款离开东家呢。有影无？你哪会使做这款蒙阮背的代志啊？上可怜是陈老板呐，饲鸟鼠咬布袋，真正可怜呐。伊安尼哦，实属过分啦。哇，嘿，是你讲才讲我这里欢喜着，我看平常时啊，哎，是你害啥啦？你无资格做阮大个啦！哎呦，是安怎？一个火药哦，火气遐尔大着，哈，我知，一定是你安尼啊，遐阵钱赚得无够多，甲你骂对不对？免烦恼，等一下有人客要坐车，我让你先拖嘛，啊？免啦。望阮背，怪到陈老板因查某囝，可好意思出门？哎，我家辉吼是离开陈家无唔对，遐么代志唔是你所想的呢？我家辉是互相意啊，唔是啥物怪走啦。免解释，无想要听。恁拢我的好兄弟呢，干咪听我解释一下？无情无义啊！陈老板的面子拢吓了了啊！行行行啊！行行，快快快！哇！我抓准你是得着什么病才会昏倒的，结果竟然是巴肚枵哦！哦，早知影是腰骨病，啊，着去请大夫啊，加开一挂冤枉钱。喂，你莫啰嗦啦。本公主，多谢你请我食饭，歹势啦，食遐尼济。嗯，啊，这也无啥啊，你免放心肝内啦，对吧？啊！你不是回去行城，哪会一个人在外口流浪？我本来已经打算要回去啊，啊！不过伫个要走之前，我有看到我的文玲，我就打电话伊搁伫个。而且本公主你嘛讲过，伊是人唔是鬼，所以我就决定要留落来，我要找伊。无伊无我一个人踮伫遮，是没有生活啦。我本来嘛想要找一个工作，然后去戏院工作出现，谁知影工作这么歹找，辛苦你的钱嘛已经用完了，无一通食饭，才会枵到昏去。莫安尼啦，你暂时。小雅，我知影你想要甲这位姑娘留落来啦。不过咱今摆已经自身难保啊，啊你袂当安尼死去共斗三工啦。朋友困难，我敢当当作看袂着。我朋友敢是一种见死不救的人，啊你要害我叫人讲不仁不义哦。小雅，我唔是咧害你啦，我是爱让你了解今摆状况，无法度安尼做啊。本公主失礼啦，您莫为着我的代志冤家好无？你免搞回事嘞，这跟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因为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阿客官，恁的饭菜总共三升钱。多谢哎，阿客，我甲你借问一下吼，阿你家敢有咧欠人啊？欠吗？欠吗？还是借问一下吼，啊，这位姑娘敢会使在你家斗三工啊？哎，你不是之前带咧戏班的小段，我哪好意思请你啦？而且这客栈的工课哦，真粗重呢。
头家，我拜托你啦，我啥物拢会晓做，我会当洗碗、洗衫，我阁会当摒扫，我只要会当清小食饱，我啥物拢愿意做，我拜托你啦。拜托拜托，安尼哦。好啦，看伫饭公子的面子上，若无你对我来，看有啥物工课好做的哦，我甲你交代一下。来，多谢多谢。哦，拜过了。哎呀，乌敢那地豆油呢，这你紧就想办法了。我咧算是两全其美啊。小杨，我咧面子偌大呢，帮助人无定开钱啊，开嘴就用的啊。唔对。咱若真心要甲人帮助，就应该尽力去做。今仔这个代志处理到安尼，算讲是圆满的结果啦。恁给我听清楚，从今仔开始，秀芬姑娘素月石头也做袂起，恁两个拢爱斗做。小雅，代志奈拢收阮遮来啊？嗯。想叫你写尔苦，拢是你害的。小姐，来，你看嘞，你看这糟蹋。我大刚目睭白金吼，茶米油盐酱醋茶，我都伫咧糟蹋内面，哪里无用处无用力，是安尼无用，甲劳力滚滚咯。那是寒天冷的时阵，我若望到水吼，是安尼冷叽叽；啊，那是热天冷，伫这个大灶边，是热到用要死。你若真正要嫁予正凡，你以后就是爱过这种日子。陈阿慧，这并无困难，只要加做几遍，你一定就会当上手。菜拢恁起也无好吃，来，你吃饭。哇，足香的呢。真实啊。我哩嘛真实的啊。啊对啦，啊这哦，也是我赚的钱，也不过因为人较少，所以赚的嘛较少。正凡，赚一仙钱，迄无叫做赚钱；欠一仙钱，迄唔就叫做赚钱。好，来，你吃饭。
今仔是安怎？哪会受伤啊？啊，无啥啦，啊，煮饭受淡薄仔伤，迄难免的嘛。好啦，紧食饭啦。静雯，无为今日开始，我甲你所赚的钱全部拢欠起来，到时阵咱就会当买鸡仔仔。啊，你看，鸡仔仔伊会变作鸡母，鸡母伊有搁生呢，卵又搁变出足侪足侪足侪鸡仔仔。哇，那安尼以后逐顿拢咱食鸡腿配鸡卵呢？嗯。要不我今麦敢那委屈你，食青菜配白饭。不会啊，我感觉今麦食家己煮的饭菜就应该，紧吃。好。哟，卖吃，卖吃。哎，别，你来当卖吃，这里面哦有你的爱心的，我感觉最好吃的啊。那。哎呦。没啦，好搞。以前看阿曼鱼煮饭，感觉足简单嘞。当我家己去煮的时阵，才发现原来要煮饭是这么困难的代志。杨哥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学，总有一天哦，会煮一顿足彩超的饭菜给你吃。哼，我等你。嗯。哎，明章。静雯。有你在我的身躯边，你只管安怎看，我嘛感觉幸福。来，欢迎啊！哎，天龙啊，这两天啊，咱酒楼生意计真好吼。灶卡遐酒哦，人客拢饮甲差不多啊，赶紧嘞！迄几盎酒哦，甲冒伊哩补啊。是。哎呀，大老板啊，那遮侪工都无来交关啊！欢迎啊，姑娘啊，吼，一直咧念你呢。欢迎来，欢迎，来面坐，来面坐，好来，请。来人呢，按来人客啦！创啥啦？这无说的事，来这拢是咱的贵客来，甲人相对是变安怎啊？是嘞。多谢。杜老板，实在足歹势，下骹手人较憨慢啦。来，现在来得请，敬您几杯啊！吼，安尼好，对起来听嘞。酒菜真赞啊！哦，拍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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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恁大家真拍戏，欢迎，大家坐。我无想到讲你今仔会过来。哎呀，啊，这都是我传的，我哪会可能无来？多谢杜大爷你的关照，最近天水楼生意愈来愈好啊，这拢爱感谢各位大爷恁的捧场呢。多谢。你姑娘的病已经好了。这嘛爱感谢杜大爷，你出去倒三工，现在病已经好啊，咪当大去嘛。顶个我来时啊，看到伊倒伫眠床，也不看清楚啊。哦，原来是生了这么水哦，不怪你用面纱给伊扎起来。你真正用心良苦。是啊，
啊，都自细汉带到大汉，难免会有私心啦。也毋过，伊即马都有意中人啊，所以我都予伊甲面纱摕落来，用伊本来的面貌来见人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哦，对啦，头拄啊，我为大门口入来时啊，看到一个少年家啊，哎，我毋捌伊啦，是新来哦。哦，你讲的应该是天良啊。嗯，算是啦。其实，伊就是心内意中人啊。看起来你已经接受伊啊。嘛不是安尼讲哦，是这个囡仔哦，伊的命运嘛算是真坎坷啊。好啊啦，莫阁讲遮。杜大爷，啊，无想到讲你今仔会来，我都唔免走去地庄啊。你敢有摕到你的信啊？啊，这就是今日我来这上主要的目的啦。啊，就是要来说多些，因为这个事对我来讲是真重要，意义是无共。有影非常的感谢。杜大爷，你伤客气啊啦。哦，对啦，另外我要甲你回一个实例啊。回事嘞？我听讲哦，美琴对你讲话有无礼貌的所在啦。我希望这件代志你莫放伫心肝内，莫甲伊计较。啊，不要紧啦，我真清楚我家己的身份，我嘛早就惯势，予人安尼口说啊。所以杜大爷，你免甲这件代志放伫心内。你真正好气度有八档啊，那安尼我都不会讲啊，啊。那安尼，就啥物拢莫搁讲啊。啊，对啦，我今仔有看到贵公主，哦，伊真正生了一表人才，佮彬彬有礼。杜大爷，你真正是福气，有一个后生遮尔啊壮才，你啥物都唔免烦恼啊吼。家家户户拢有家己的烦恼啦。哦，这个囡仔出世以后，都爱稳稳啊念嘛，真无简单个，念到这么大汉嘛，啊，搁啊操烦伊的未来，哪可能轻松啦？啊？是啊，天下父母心，杜大爷，你讲遮哦，我拢会当理解，我嘛会当体会。嗯，啊，你也无囡仔，你哪会当体会做父母的辛苦？相公，我无囡仔，阮天水楼遮尔济姑娘，拢是我的囡仔。来来来，杜大爷，我敬你，来，敬这天下间所有的爸母，来，坐回来。杜大爷，新兰小姐，你用大贵也袂去吗？趁即马水阁温温啊，紧来进酒吧。嗯。新兰，阿娘，你先去。好。姐啊，哎，身体干嘛安怎？嗯，真好啊。看你哦，规暗拢咧弹琴，我惊你身体袂堪咧。我无代志，而且哦。我袂感觉忝哦。嗯。啊对啦，遐人客拢走啊？是啊，拢已经遮尼暗嘛，人客拢走到差不多啊。哎，我看你昏暗，敢无食啥物物件，巴肚会枵无？我叫人传一寡点心互你食，好无？好啊。阿娘，麻烦传一份天亮的哦。弟。哎，哎，天亮嘞。哎，我娘子讲伊有伫咧家呢。无啊，我规暗拢无看到伊，还是去倒？我毋是甲人拢交互你啊。哎呀，我都毋知伊走去对啦。啊，是讲遮尼暗吗？伊走去倒啊？你即马住伫天水楼？是的，同龄。
我带你去天水楼这件代志，实在决定的太过突然，未赴向通灵禀报，请通灵谅解。照安尼讲，你甲深蓝姑娘已经和好啊，是？即阵啊，我大概咧想，总算想好明白，天亮无法度甲深蓝放袂记，我想要甲伊做伙，所以。人生在世，有偌济人会当找到家己真正喜欢的人，只要莫影响你要做的代志，你就照你家己的意思去做啦。多谢通灵谅解。另外，阮飞燕绝对毋是一个简单的角色，你即马住伫个天水楼，安尼会当就近来观察。那安尼，唔就是叫我观察新男女安尼啊？天龙，安怎？有啥物问题是？天龙，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咧？问我，无甲我讲。新男甲头家娘是无我囝的关系，这件代志我也未甲通灵讲。我到底是要讲，也是不爱讲呢？天龙，我咧问你，你也未回答。无，天龙无问我任何代志。统领交代任务，天龙知影，天龙会去做。你的伤痕即马安怎？空锤已经好啊，那是其他的，也是不如较早。我知呀，这款代志无法度赶紧，一切也是照洪师傅的吩咐去做了。天亮明白。你即马住伫个天水楼，就要随时甲我保持联络，知影无？是。小姐做人非常的宽容，伊毋是讲遮尔遐无人情，你莫想想遐多好无？你都是对我痴心吗？阿娘，今晚你是做梦？我烦恼小妹啦，伊会做出戆代志。你是人生做缘投哦，真正是无同款的。自然就是有姑娘愿意伫你的头前替你压风挡雨。这款你赶紧出来，好生回来。还是因为我知影，你心内个结还袂透开。过两天啊，敢无较好？空吹敢那发红啦！找志宽，志宽无伫个；找家辉，家辉也无伫个。我心肝计真正是需要一个大夫呢。你真正是超过严。阿嫂啊，你真正是误会啊啦！我无误会啦。阿严啊，你这是天天有看到无？你的小弟，你的大夫啊，你是大夫无听啦。头家嫂啊，其实我啥物拢知影。就是因为外口迄个查某，你才会甲阿娘过甲冤家，造成我这么安尼。我甲你要求你，搁阿娘一遍机会，好好来爱你。干水西啊，我是看你要替阮后生弟兄，我就让你入来呢。你怎么甲母甲互你大细声哀？无你是到底真正要来斗相共，还是要来甲创治的哈？我对你家位小姐是真出钦佩，感觉你是做勇敢的。你是干哪跟那个出血神经休息啊？呢，老少爷，你真了解什么样啊？什么静环，这么爱的？我要听秋水的时候，你过好个日子，啊，我也要出头天，让你爱秋水啊，回去等个嘞。